大仓给我玩一下 AWM 冲锋狙，右手边过来一个异形妖蛇就打中了。这闪躲这么高，这把命中率还可以，丢一颗顺宝雷是他自己走上来的，卡好集装箱这位置，优势还挺大的。他近距离只有一两发的机会，空了就没戏，左右夹击没办法。刚想再杀回去，对面已经冲到了我的脸上。这对手怎么两把 M249 啊？按着开火箭不放手是不是？打 M249 真的没啥压力。刚好队友前面的位置跟我互为犄角之势，摆好阵，这局其实已经胜负已分了，还能丢几个雷耍耍赖什么的。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，加子弹准备冲锋一波，刚好到我脸了。据说 M24 现在在团境里也能一枪秒啊，那以后这直接用 M24 就可以了，腰射比 AWM 还准很多，能控了来试一把。刚聚完一个，后边还有一个，这挡板后面没想到吧，又跳出来一个，三个人在防着我。想到后面有人，但没想到是这么多人。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，后面估计还猫着一个，此路不通，不要强行硬攻，我们走另外一边，还是只有一发的机会。前面刷新的 RPG 被谁捡了，很奇怪呀。 AWM 打出了 SEIK 的味道，刚刚确实有点像冲锋枪，来不及开净瞬狙，妖射是真的准，准到离谱啊，这次是真的没机会，又不准了，好玄学。我只管准心对准对手，打不打得准交给运气吧，还差最后一个头啊，交给队友了。